每次录专辑的时候，在录音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会有很多外物的影响着自己。那最近我在忙的是，我在 follow 馆长在干 Kimiko。对，因为我感觉其实他用了很多专业术语，我都有在 follow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然后我就看他们的粉互战，我就觉得蛮有趣的。大家有看吗？有在场吗？没有那么文青啦，我的那个YouTube 的频道都在追踪什么农家什么少年，知道吗？就是两个大陆人每次养竹鼠，然后都会把他老鼠杀来吃啊，这个生病了中暑了，这个千载了这一只，然后这个什么他什么被咬忧郁症，然后就被杀了。对，然后最近在煮龙虾，对，然后龙虾就是已经不够吃了，吃不饱。大家有吗？可以追踪这个，我觉得蛮疗愈的。真的，这我是说真的很疗愈，你就看到回到最本质的状况下，就什么赛都可以当吉阿内。对，没有了，他其实蛮会下厨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很重咸，那个调味料都加好像加扁扁钱的一样，我不知道那个成分到底可不可以对被人体吸收，这样我觉得很可怕。所以我最近在 follow 这个，大家可以更新一下吗？就是那个还有我在 follow 费玉清要退出演艺圈。其实 我小时候还蛮常听他的歌的，对，大家爸爸那个年代当兵都会睡觉的时候都会放晚安这首歌，真的是上一个年代的事情。哦，我暴露我年纪，我没有我在假的，我们只有那个快要将近40岁只有其他时候。有没有看一下看一下？好，我们下一个鼓手帮我们拉低那个平均岁数这样子。好，那刚刚陈信同学很热力的改了一个虚幻的 grunge 的版本。好，刚进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彩排过，根本没有 read 过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唱。对，非常屌。那陈信同学是我在7月的时候海洋音乐季看到，我觉得这个人就是，他真的在装腔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找真的在装腔的人一起合作。对，因为表演嘛，表演就表演，做人就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音乐再酷，你还是会吃麦当劳嘛，你品味没有那么没有每一项都独特的啦。对，好，所以黑拜一下，就写了这首歌《虚幻》，原版的，就跟我们这张同名专辑一样，《虚幻》。然后《虚幻》feat 马萨尔本本，没有，好，这个是只有我跟一些台下的困难之交才懂的术语。好，点到为止。OK， 好，《虚幻》大家知道吗？好，这首歌我们现在可以在街声上面听到全曲试听，谢谢大家。
他手 QQ。谢谢大家。